人生难免起起落落，有些状况别戳破。啊，最近哪都没看到你呀，我都不知道你啊。我就说我已经没有工作，我就已经很难过了。然后我妈妈她一直关心。一讲完这个，我心更难过。对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好？小钟多心酸，在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石头上下面吃饭，就这样子过了一个月。因为让他爸爸知道他没工作的话，那爸爸会难过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